哎，停车停车停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小姑娘怎么回事。小朋友等一下，这个要去哪里啊？回家。是啊。你怎么背这么重呢？是啊。小朋友你怎么背这么重呢？家里太远了。哦，家里太远了是吧？是啊。哦，那先放下，先放下来吧，好吧。来，小朋友来，叔叔给你拿两个饼干吃。吃吧吃吧吃吧，吃了叔叔送你回家。你为什么不吃啊？带给奶奶吃，带给奶奶吃。小朋友，你家住哪里啊？过一个饭口就到了，是吧？那叔叔送你回家好不好？到你家里看看。好，那你把这个房书房叔叔绑起来，叔叔帮你背着哈。那你爸爸妈妈呢？我从来没见过我爸爸我妈妈出去打工了。静静的我想你了，静静躺在雪里。那你告诉叔叔你们平时都吃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呢？妈妈还有你的。小朋友你都七岁了，为什么没去上学呢？你爸爸在很远的地方，过段时间就会回来看你。月亮之下，有了你，我才有家。小朋友，你还有别的愿望吗？虽半步即是天。哦，给弟弟妹妹买鞋子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你自己喜欢什么呀？衣服。哦，你自己想要衣服，对不对？那你在这里等叔叔好不好？幸福。